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为正能量点赞，粉丝与王一博并肩成长，公益之路与爱同行。改变一个人需要的是让这个人感受到足够的尊重与爱，爱心的传递是一份能量的释放，也是一份传递美好爱意的表达。王一博在公益的道路上一直保持积极与低调的态度，让自己的流量转化为正能量，作为引领者与爱通行。在繁忙的工作中一直致力于公益项目的推广中，更是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其中。本着这种爱与尊重的态度，王一博的粉圈也是带着这份爱继续前行，让公益的力量传递得更为广泛。这次王一博粉丝公益活动再次让被各大媒体给发现与报道了，被夸赞的同时也表达出这才是真正的偶像力量，传递爱心，让足够的尊重与爱撒发出去，才能创建更为和谐的社会的。这场王一博正能量粉丝公益站建立的公益餐厅被广西新闻报道后，我们才发现了这份美好。428素食餐厅为老人跟环卫工人免费提供餐食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休息休闲娱乐的环境，关爱弱势群体，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看似非常小的一件事，却充满了无限的能量。这份爱的付出着实让人感动与动容。传递爱心，致力于公益，为这群小摩托姐姐们点赞。许多的粉丝表示，这种方式的传递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众事业中。纵观王一博粉丝公益活动，他们参与的公益项目众多，不单纯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有参与沙漠化公益、爱心慈善项目，种类繁多。而且他们成立的王一博公益站中，处处都充满了正能量，不为自己的爱豆打call姻缘，而是通过爱心传递的方式与他并肩成长，让爱传递。这种方式的传递才是真正的把爱奉献给每一个角落，才是一份真实的公益之力。王一博作为95后 C 世代的先锋引领者，他深知自身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积极参与到了公益活动中，就是希望让自己的这份影响力再让大众看到社会中非常多的公益项目需要我们去关注与关心。他作为国际 SOS 儿童村中国爱心推广大使，野生救援地球一员的公益大使，中国扶贫脱贫见证人，消防交通推广大使等等，身体力行投入社会公益中，让大众全方位的了解公益的活动，把爱心传递出去，让正能量充斥于我们每一个身边。作为王一博的粉丝，更是坚守了这份责任与义务，他们在公益传递的道路上一骑绝尘，感谢有你们的存在，让世间多了一份温暖。致敬那些行走在公益路上的旅人，公益事业更多需要全员的参与。王一博公益小屋，一个充满爱与正能量的发电站，将负面声音转化成行动的力量。一周时间内，王一博解锁两个品牌代言，主流市场的认可，国民度的提升，王一博的进阶之路在今年达到了一个高层次的表现。开年至今，成功解锁七个品牌代言人 and 合伙人身份。上周4月12日至18日，更是一天之内解锁两大品牌代言人身份。4月12日，纯真小蛮腰定制版，邀你一起开启料想实验室。4月14日是 9L5 联动，讲述8+5+17+24+46=100的数字故事。4月16日，早8:05解锁 G-Shock 品牌代言人身份，坚守内心热爱，冲破桎梏，全力一搏。晚8:05解锁交行信用卡全球代言人身份，解锁街头潮流更多可能。Stride 和 Shuimura 随后发布了王一博的全新广告大片，一个是休闲风停不下来的帅气酷盖，一个是精致型玩转唇妆的漂亮爱豆。 Stride 品牌全球代言人王一博速度大片 Showtime， 游戏时间来片现卖，根本停不下来，看酷盖的示范，骑酷炫摩托跟萌宠互动，超多精彩细节，看一次不够过瘾。 Shuimura 拥有独一无二的内核，才能在历练中取纷繁世界之精彩，成就更加耀眼而独特的自己。4月18日，交通银行发布广告大片，一起用行动谱写热爱篇章，
随后，燕京啤酒发布喜报，2021年燕京 U8 第一季度开门红。在2020年已经取得快速增长突破的基础上，2021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560%。 战绩爆表，当红不让，王一博和代言品牌再一次实现了双赢。如果说品牌商选择代言人是看重的是明星艺人的商业价值，他所带动的经济效益，那么国字头的代言看重的则是明星艺人正面的带动性以及品牌精神的契合度，干净的背景，明确的立场，以及让人信服的可靠持重。其实从这些类商务和组织对他的选择上可以可见一斑，王一博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可带来的声量与正向带动达到了一定程度。好的企业和品牌选择的代言人，是代表整个品牌形象和精神的，找代言更多的是看是否与品牌合适，或者符合他们的品牌精神。看重代言人自身特质或者发展，王一博自身的形象已经不能单单用流量来解释了。作为新时代的偶像，他是坚持、努力奋斗、开拓进取、厚积薄发的代名词。有实力、有态度且个人形象良好，走在潮流前线又时尚有活力，当然是众多企业和品牌商所喜欢的。提升品牌形象，带动品牌打开更年轻化的市场，双赢。国家一级演员凭王一博，他那个可人疼的形象一下把观众带进来了。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散发着特殊的书香气息，天天兄弟们来到了图书馆。峰哥说，来到图书馆就像回到家一样。一博问，那你上次回家是多久以前了？哈哈哈，调皮孩子逗峰哥。今天除了天天兄弟，还会有三位女嘉宾。天天兄弟根据线索在图书馆中找到女嘉宾，第一名可是有特殊福利哦。一博找到女嘉宾后马上问，我是第一个吗？在图书馆中，一博还看到了自己偶像的书，马上问工作人员，这个我可以借回去吗？眼泪发光。今天的收获除了这本书，还有图书行业的嘉宾带来送给一博的书哦，看他开心的样子，那必然是跟大摩托有关的。这期节目关于图书馆和图书新奇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这个机械发音盒，大家也了解了很多知识，果然是天天向上。而在王一博生日的当天发生了哪些好事呢？在被收藏好的期刊中都可查看。在各个特色图书馆的介绍之后，迎来了大家期待已久的独眼剧场。每个人挑选一个角色，那如何分配呢？原来最开始的第一名福利就在这儿呢，王一博可以第一个挑，他选择了那个名叫卷心菜的猫。第一名除了可以自己优先挑选外，还能指定下一个挑选的是谁。在峰哥的疯狂暗示后，一博毫不犹豫指定了峰哥。天天向上还请来了专业的配音老师指导大家完成这次的独眼。老师说习惯站着，一博就立马起身，果然是个乖学生。在大老师的花式夸后，老师也坐下来了。在读剧本的过程中，一博很快能领会老师的指点，声音低沉磁性，情感越来越贴近一只未涉世的猫咪。在得到老师的夸奖后，会低头害羞的笑。在训练过程中，老师还传授了如何增强口部肌肉的力量，口部操作起来让这只猫猫更萌啦。独眼剧场正式开始后，大家都沉浸在剧场上演绎的故事中，有自己的思考，也有对生命的敬畏和最后一位母亲的话的感动。看王一博饰演的猫咪真是一个明媚的小可爱啊，这样一只小猫谁不想去摸一摸。国家一级配音演员、配音导演齐克健评价王一博，一个小男孩去演一只猫，语言说的是猫的语言，但他那个可人疼的形象一下也把观众带进来了，没有任何违和感。这个独眼剧场真的值得大家去看，非常感动，可以说是一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您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